我们现在在上新谷，这里有云海耶，好漂亮哦。上去的话哈，要走6个小时半。然后他们今天晚上在那边扎营过夜了。那明天下午哈，中午就之前就要下来了。以前是可以走到阿里山的，但是中间已经断了哈。上面很漂亮，比我们那个外面的望月森林呢大个5-6倍以上哦。啊，我们贵宾想要想上去？可以啊。很多人都想要上去的，但是没有办法走路嘛。所以说我有联络我一些山青的朋友，我一些朋友呢，他很想要上去呢，但是都没有办法走路呢，那怎么办呢？哦，他就能讲，大哥，没有关系的，我可以背他呢。我要去，我要背的。那怎么算呢？算公斤的哈，越胖就越贵了啊，比较苗条的哈，比较瘦的就比较便宜。现在涨到1公斤80块了。真的很漂亮的，你可以上网看我们的三林溪道安店了，爱上三林溪水漾森林。好，如果想去的可以来我这里报名哦。来，那我们呢，终点站到了啦啊！司机人很好哎，我们刚停好车，马上就被他抓走了。我们到松龙岩了，先去那里的咖啡厅上个洗手间。这里就是松龙部落，现在的气温16度，凉凉的，很舒服。我们两个刚刚差点就去水漾森林了，吓死！因为我们跟人家下山了，不，下车了，为什么敢下山呢？我们是要爬山啊。洗手间就在餐饮部的旁边，那我们就往松龙岩瀑布前进啦。经过了99吊桥，下面有跳石，觉得蛮可爱的。这是松龙瀑布枯水期跟丰水期的差别，我觉得各有各的美。今天的松龙瀑布看起来像千层蛋糕一样，一层一层的。我们要来找燕子洞啦，上面有飘一些水耶。
前面好凉快哦，好像在吹冷气。从松茸瀑布走出来之后，我们要往右边的天眼步道走。这里也有一个小小的休憩平台，可以看松茸瀑布。这个角度看瀑布也很不错耶。是啊，很漂亮，可以看到全貌。到了一个岔路，我们继续往直走，等下会经过仙明隧道。是在溪的旁边耶，走起来好惬意哦。这里有个小阶梯可以通到溪边耶。哇，这里的蝌蚪也太多了。这里叫净水台，刚好就在溪的旁边。哇，这个就是千古湖块，超级壮观的，就剩下下面这一节了。到了一个岔路，继续往前走。天地眼到了，这两个就是眼睛，这个就是鼻子。阿啾，那是天眼，是地眼，天地眼，天地眼。哇，天眼地眼。上次才说善良的人来这里会舒爽无比，邪恶的人很
好，我是善良的人，对，我是双屋屁。妈咪，你有没有鸡皮疙瘩？是不是很冷？鸡皮疙瘩，好冷哦！你是邪恶的人，你用鸡皮疙瘩。双屋屁。我们是第一次走上来千古红块和天地岩，觉得还蛮不错的，步道很轻松，景致也蛮特别的。我们来走个九九吊桥，我们就在松龙部落这里用餐，石板烤肉套餐到了，另外买了两个德式香肠，贡丸汤蛮好喝的，这个天气喝温温的汤很舒服。这一碗是温温的青蛙下蛋，第一次喝这种搭配，里面还有枸杞，甜甜的，还蛮好喝的。这笋子吃起来蛮嫩的。其实我觉得就是吃个不饿的，在观光区有的吃就很感谢了。我们现在要去花卉中心。红了耶，好美哟、现在整个大起雾哎，超级大起雾。捡到一个很红的枫叶，那我们现在去花卉中心展示馆，这里的菜单好像比较多耶。我诚心的觉得午餐来这里吃好像比较好。我们点了一碗素药膳汤，一个药膳鸡汤。哇，冷乎乎的好舒服哦，我好喝，我回来了。
真心觉得要来花卉中心。素的汤跟荤的汤好像喝起来是一样的，就是量不大一样而已。因为雾散了，我们决定重新回来再赏枫一次。我刚刚就觉得曼秀桥的枫叶拍起来最好看。我终于感觉到冬天来临了。我们要去黄金水山林那边看看，虽然完全没有变色，但没有关系，还是去走走。到了，就在花卉中心的旁边。好像在跳舞，他们的名字叫做金钟花，真的很像。这里是酒吧虹桥。太冷了，我已经穿上我的羽绒衣了，有够冷的。到了一个休憩平台，离自然教育中心还有1600公尺。冬天到了，有冬天的感觉。307好冷哦。这里是清水坪，也有一个步道通往西边。
里真的已经是迷雾森林了。600公尺，这里有好多桌椅哦，还有一个凉亭。这里有银杏耶，哇，我好害怕，我们到底在哪里呀？因为雾已经分不清楚方向了。我们好像默默地走到自然教育中心了。川林栈道长约2000公尺，原是早年运城的栈道，步道平缓且阴凉，但步行需要50分钟。我们到三林溪大饭店了，耶！现在几度？13度。有衣橱、饮水机，还有一斤电视，电视的下面还有电暖炉、小冰箱，还有免费 WiFi、免费中神饼，柜子上面还有免费洗手间，马桶是免治马桶，它的吹风机是这种高级的吹风机，不是那种小小的，它要一直按着那个按钮才会有风吹出来的那种吹风机，值得称赞一下。我们现在要去餐厅吃饭了。拿了整整一桌，加分。我本来不想拍的，我想要直接吃的，但是我刚刚吃到这个鱼，我觉得惊为天人。它吃起来好像鲳鱼，超好吃的，然后很厚很大一个，我等下再去拿几个，超好吃。这个鱼完全没有刺，是红透汤，好好吃哦，感觉很像是阿嬷在煮的，而且不会很甜。这个莲藕真的非常的特别，它外面是一种粘稠的酱，然后吃起来是荆棘耶，荆棘口味的，超级特别的好吃。我觉得它的青菜类都蛮好吃的，比一般自助餐的还要好吃很多。这个笋子超级鲜嫩好吃的，它明明跟那个猪脚放在一起，结果大家都抢这个笋子。贵妞是用梅子拌，吃起来超级清爽，很爽口。这里也有青蛙下蛋配勾饼，可以自己咬。妈妈特别喜欢这里的肉燥，因为我把素的跟荤的混在一起。荤的是肥肉吧，素的是酱花，还有一些菜头，把它混在一起，蛮有层次的。吃饱饭去礼品店逛逛。